欢迎使用 ArrowPoint GUI。 ArrowPoint GUI 是一款图形 UI 中间件，它使用中档微型计算机及实现了丰富的影像表达。让我介绍一下它的功能。功能一，依靠在游戏行业内孕育的流媒体技术，首次实现了此类微型计算机上的全尺寸视频播放，用途得到扩展，支持视频广告等。功能二，内置的 OptPix 以其出色的检测技术而闻名，抑制了图像质量的下降，即使内存有限，也可以提供精美的影像。功能三，配备了独有的可以同时处理多种语言的字体系统，为多语言产品提供解决方案。您不觉得从头开始制作这样的画面和 GUI 很麻烦吗？但是没关系，在 ArrowPoint GUI 使用熟悉的 PowerPoint 即可完成制作。只需要和平时一样，在 PowerPoint 中创建图像，然后按下播放按钮，即可在目标设备上预览。通过更改颜色、形状和布置，即可实现各种变化。如果您将按钮操作与硬件相关联，您可以像这样打开 LED。 在 PowerPoint 上完成的工作与程序是分开的，不需要花时间即可掌握，帮助您更专注于制作图像和 GUI。 使用 ArrowPoint GUI 的话，即可实现只使用一个 PowerPoint 文件就可以管理所有 GUI 制作需要的文件。